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我公司楼下接我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咋了？生这么大气啊？谁招你惹你了？啊？你送一天外卖你不累吗？我累啊，我当然累。但是我见到你我就不累了。想你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拿什么送我回家呀？我买了台新车。惊喜惊喜啊，来眼睛闭上，走这边。哎呀，我不看，不就是这桑塔纳吗？我刚都看到了，都什么年代，怎么还有人开桑塔纳呀？丢不丢人啊？哎，你别生气嘛，你不觉得人这车弄得很复古吗？你站这儿，来我给你拍几张照。你有病吧，你别碰我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接我了？我谢谢你了。不是干什么呀？咋了？哄不好了是吧？啊，你有气，你干嘛要冲我撒呀？你不觉得你这样穿成这样子，你跟送外卖的很丢人吗？来我公司楼下接我。啊，你这衣服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有多丢人？咋了？你看不起送外卖的？对，我就看不起送外卖的。啊，行，那你跟我说，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，我才配过来接你？你看到没有？新款保时捷，你看到没？哦，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家里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对象，我那相处了两天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哦，开个新款保时捷，相处了两天，你跟我说挺好的。嗯。啊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是谁呀？我你男朋友，你搞清楚，咱俩还没分手呢。啊，你跟别人相亲，你把我当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分啊！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，谢谢。你是认真的是吧？对呀。行，你记住了。好吧，我绝不纠缠。这车是你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个呢？我有说那是我的车吗？啊，我站那拍个照片不行啊！我说给你惊喜啊，你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都开得起这车，那你还送什么外卖呀？不是你张口闭口说，我闲得很。行不行？我闲得发慌，我出来体验生活不行吗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别张口闭口送外卖的，知道吗？都是靠双手挣钱，这个职业不可耻。哎呀，我错了。别碰我。我错了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觉得你的工作很高贵吗？啊？能不能原谅我，宝贝？为什么要原谅你？别碰我，已经分手了。那边，往那边看，保时捷等你呢，找他去。不是，我只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。你跟我在一起？啊？你配吗？我真的想好好跟他在一起。